逼，我操，那那个什么猪猪的呆逼，我操，纯他妈呆逼。VR 无敌 ，VR 哥，那没办法，我只有把气撒到你老乡身上了。欢迎收看何时打方的对局啊，这两个对局被我称为不死死笑局啊。哎，小心这方该老乱斗了。这下要好好防了，哦，赶紧撤！不撤的话，有可能会被打晕。木鸟转身之后直接跳波 ，nice！ 上 A 之后继续下 A， 转身，哎，已经打中了，还被麦雪抓了哈。霸王还是很佩服何池啊，说这么久不打了，水平还这么强啊！好，我们看，先丢个波探一下路。喂，中波，正反边不太好，抓到，哎哎，果然被抓了啊！不过抓的是被抓的是大猪，对方好必杀。你走了。而且打霸王总是有很多办法呀，那他防都防不住啊。好，不辞局。嗯，我去，我卖了个破绽，霸王以为有利可图啊，没想到就这么被抓了。好，抓到一个。哎，还是抓到，再折，三个葵花，两个晕折，好抓到重拳，这个时候何时敬酒了，以为晕了，但是其实打扫了一下啊，哇，画面都打卡了啊，好升龙之后呢是直接相杀，这波酒没有进成功啊，好点赞，接着看。好，小心防空投边，试探一下，看他不动啊，不敢贸然进攻，看好再进攻，先拉开距离，一套复合水力，又要近身，好跳低抓到，哦呦，这一波想要过去身后，还好霸王经验丰富啊，不然要被抓消风的呀，好捅一下，投个边。嗯，落地必杀。还不死。一拳打死你啊。Round two. 哇，太绝了，这个踢得真准。刚一手。嗯，这 AB 好危险。嗯，继续抽边。漂亮，防了一下哈，马上取消，就来这波抓到啊，再抓。KO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好，抓到。正吧，哦吼，小跳，哦，失误了哈，我二也会失误的。好，刚刚好打康，啊，补上一脚。好，父慈子孝啊，子孝来了。很空，好砸过去，漂亮。这波骗的真的好啊啊！踢中打晕，啊，来吧，你刚才敬我酒是假酒，我给你一波真酒啊！成功复仇，不错。好，关注秀秀，不宜走丢。